看过四 D 虚拟辣妹版小苹果吗？没有。看过朴树对枪万人虚拟合唱团吗？没有。看过华晨宇热跟踪冰刀秀吗？没有。看过王大锤的虚拟演电影吗？没有。想看吗？想看。想看就看周六晚八点十分 ，vivo 智能手机第十届中国精英电器艺术节2014互联盛典，湖南卫视携手朴树、华晨宇、李菲儿、陈学冬、曹格姐姐、Joe、杨宗纬、汤树姐、谢依霖热力开讲，互联大佬前进芒果脱口秀。